没有受伤啊？你怎么过来了？这么远，你怎么找到的？怎么感觉你还胖了呢？哟，二位客官，里边请。哎，好。哎，这里怎么会有生熟的味道？灵犀，我不是灵犀，你认错了。你为什么没有死？是他救了你是吗？你给他下了什么蛊，让他冒这么大的风险来救你？啊！要是被天宫的人知道你还活着，他会万劫不复的，所以你必须得死！我要杀了你！护得住吗？我求求你，求求你，求求你，够了！我最讨厌你装腔作势的样子。灵犀，这里只有我们两个人，你装柔弱给谁看呢？我不是灵犀，我不是灵犀。那你是谁呢？若是没有你，神尊依然是神尊，依然高高在上，纤尘不染，我袁家也依旧荣耀，我也不至于落到今日的地步。这一切都是因为你，都是因为你。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你不要伤害他，留着跟你爹说去吧。不许你伤害他，他是我的人。灵犀，你还没有死。我不是灵犀，我不是。真君，莫要听信他的胡言，他怀恨天宫，妄图复苏魔君。末将竭尽全力，他却依然毫发无伤。快，快到
本君这里来。魔君就要出事，你们前去阻拦。是。魔君臣，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小臣，凌夕为什么没有死？你自己向天君禀告。本座只想问你，你为了救他的性命而弃天下苍生于不顾吗？神尊，再过一日万物更新之际便是最后的期限。你想杀我？我是来救你的。我死了，凌夕就会回来了，对吧？你就是凌夕啊。小丫头，快到本君这里来，他们都要你死，快到本君这里来。是什么护你至今？锦绣给了你什么？交出来给我。我给你的话，我就会死。你想看我死？你就是凌夕，你的家人朋友都在天宫等着你团聚，现在不救你就来不及了。你呢？你也在等他团聚吗？我一直在等着你。九成，你等的不是我，你还不明白吗？我叫林墨，我是彭山府魏县人，我家住在魏县的芦花巷。我有父有母有家人有朋友。我父亲叫林少海，他是医署局的官员。我母亲姓杨，祖母姓高。我还有个妹妹，她叫林湛，你都是见过的。我今天19岁了，过去的每一天每一刻我都记在心里。怎么就是假的了？怎么就是个假？过去你陪在我身边的每一天都是在等今天，对吧？对吗？默默，你心里自始至终都只有凌夕一个，你可有真的爱过我？你爱过林墨吗？听话。没有时间了。我给你，都给你。Thank you.
与你同在桃花小筑，为你才艺煮饭，愿意嫁你为妻的凡人，她叫李默。你等的那个女孩叫林夕。天子不仅重获新生，还晋升为上神之身，请受小仙一拜。仙翁请起。谢仙子。多谢仙翁这段时日的照料，林夕感激不尽。哎，都是神尊的安排，小仙不敢鞠躬。我久未归家，心中惦念得很，先告辞了。哦，仙子慢走，仙翁不必送了。啊！启禀天君，臣要参劾旧臣。为何？臣参他玩忽职守，以权谋私，藐视天庭，徇私枉法，仅为一己之欲，弃天下苍生而不顾。有这么严重吗？天君明鉴，本应处死在紫云台上的罪嫌灵犀，臣亲眼目睹他竟然没有死，而旧臣对此事心知肚明，且放纵
那最先灵犀与幽都山险些复活的魔君。那魔君现在如何？自那小仙在幽都山死了之后，那魔君也随之灰飞烟灭。哼，魔君灰飞烟灭，那不是一件好事吗？天君，好倒是好，可当初对那最先灵犀行刑的是那九臣，灵犀并没有死，而九臣蒙蔽了天宫，违背了天条。常言道，无规矩不成方圆，他身为战神，知法犯法，罪加一等。如果天君不尽，请问紫光和方生。所以说最后那灵犀还是死了，但是报启禀天君，南天门守卫称有一名来自桃林叫灵犀的仙子求见。谁？灵犀？好像灵犀啊。桃林灵犀历劫归来，前来拜见天君。上天有好生之德，你本无错，只是造化弄人。如今你洗去魔气，重获新生，这是你的机缘。起来吧。谢天君。启禀天君，这小仙伙同九臣，违背天规，不可轻纵啊。敢问真君，何为天规？哼，本座与天君对话，哪有你插嘴的份儿？真君身为上神，乃是前辈，传道授业职责所在，小仙有不懂之处，问上一句，有何不可？哼！真君还没有回答小仙呢，小仙到底是触犯了哪条天规啊？你九臣瞒天过海，欺骗诛仙，破尊成主，逃得一死，如今站在这里还敢狡辩吗？敢问真君，哪条天规规定小仙不能活呀？你身负魔气，破除魔君封印，此罪在人，就该死。原来身负魔气便该死。正是，魔乃万恶之源，千万年来残害苍生，原在上古就以六气为敌。本座知道你心有不甘，但这就是你的命。你不曾经历上古神魔大战，一旦魔君出世，会有很多生灵惨遭涂炭，妖物混成，先天地生，运行日月，大道无情。为了天下苍生，你即便无辜也要认命。好，我认。但小仙如今一身清白，并无半点魔气，是否就不该死了？这天君，小仙生于桃林，见过的飞鸟走兽比人还多。小仙见过嫩草从顽石的缝隙中破土而出，见过断腿的山羊以三足奔跑却快于奔马，见过只能活一日的蜉蝣却忙于繁衍后代，蝼蚁尚且偷生。小仙不幸婴孩时期便被魔气侵扰，但小仙从来没有害过人，也坚信自己绝不会入魔，这才恳求战神救我一命。
小仙斗胆问真君一句，想活着是罪吗？战神怜我无辜，助我渡劫，有罪吗？哼，你这小仙真是伶牙俐齿。灵犀，你这次来是为了九臣说相的吗？你是怕本君责罚他吧？天君仁慈，定与那石骨不化、铁石心肠的老神仙不同。哼，你这小仙。灵犀，九臣救你，本君是知晓的。天君，他。灵犀，孤王今来能连渡三劫者，莫不过是一些上古先贤大能之士，而你身负魔气，是魔君突破封印重返世间的关键，魔族对你觊觎已久，而天雷真君他们有自己的职责，他们不愿为你承担祸害苍生的风险，而本君和九臣愿意给你个机会，这是本君的选择，在这件事情里没有对错，只有立场，你可明白？小仙明白。嗯，如今你因祸得福，不仅洗去了身上的魔气，而且连渡三劫，一跃成为上神之身，这是你的机缘。上神，所以你切不可心怀埋怨，坏了自己的修习，知道吗？上神。是。那天君是不打算惩治小仙了？你不是说过你只是想活着而已吗？这有何罪？况且现在你的身上已无魔气，本君更不可能去责罚你了。那战神，九臣助你渡劫灭杀魔君，有功无过，应当奖赏。多谢天君。起来吧。此事已了，但小仙却另有一事。你还有何事啊？小仙有一桩冤屈要上告天庭。你有何冤屈？小仙要状告一人。状告何人？袁童上仙。神尊，神尊，何事惊慌？灵犀，灵犀来了，在哪？大殿之上。灵犀，你要状告袁童？是，天君。我要状告他三大罪状：一，他残杀紫云台守将，并嫁祸于我师姐青瑶，颠倒是非，只造为白；二，他残杀我父乐伯，逞凶肆虐，手段残忍。可怜我父一生行医济世，救人无数，却被他所害。好了，此事天君与诸神都已知晓，袁童将军也受到了惩罚。那我便说些不知道的。三，我要状告他狼子兽心，逆天暴物，
在幽都山亲手残杀自己的手下部将，再假借醒神丹之诱，嫁祸给我师姐青瑶与云峰上神。你撒谎！灵溪，你真以为自己成了山灵族国主的女儿，你就有了倚仗是吗？在我天宫大殿，在天君和诛仙面前，你竟也敢信口雌黄？圆童，你害怕了？一派胡言！我问心无愧，有何所惧？真的不怕？你还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！那我就让你亲眼看看你自己欠下的孽债吧。将军，不能再往前了，前方魔气这么重，我们应该立刻回天宫向天君禀告才是。继续前进。将军，这违令者斩。这是袁童残害部下天兵的罪证，可惜被他毁了。你有水月鼎在身，应当可以复原此物。灵溪，你既然回来了，要不要去浮云殿看看神尊？哎，灵溪，你真的成上神了？那应该找个机会跟你切磋一下，看咱们俩谁更厉害。我自然是不如你的。你可别这么说，毕竟你品阶在这儿，是上神。灵溪。一层层银光，在梦中你悄然掀起了皱褶，牵引着，牵引着。天空它带给我隐约的快乐，与你在萌芽星河。神尊，你却已流成我自身的泪波，怎快活？姐，我就知道你不会死的，咱们家神尊那么神通广大，一定不会让你出事的。十三，咱们先退下吧。哎呀，
那个，你怎么下去转一圈，回来就飞升上神了？这么好的运动，神尊，那我也想下去立个劫，最好一次立个百八十劫的，这样我上来不就比天尊都厉害了？灵犀，我的十三，你，神尊，我们还有一些小事，先告退了。你上次要跟我说什么？我没有要跟你说。你上次要说的那个，我想跟神尊，属下告退。你过来。我在凡间的时候都听不到你的心跳，我还以为你生了什么病呢。疼不疼？怎么会不疼？好傻呀。你们说他们两个在里面说什么呢？这林夕都那么久没回来了，他应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啊。就他们两个有什么好聊的？十三，你想知道你就进去看看，你在外头能听到什么呀？哎，你自己怎么不进去看看？我？我还没活够呢。开阳将军，你说山灵族的锦修国师将自己的命珠给了林夕，可是真的？真的，我亲眼所见。那命珠是山灵一族的本命真元，他给了灵犀，对自己身体损害极大。那他没有受伤吗？怎么没受伤？遍体鳞伤，跟个血人似的。哎，华言，你似乎对这位锦绣国师非常关心呢。没，我只是觉得，那位锦绣国师都将命珠给灵犀了。定对他是喜欢极了。林夕那个身体死后，他哭得肝肠寸断的，然后直接就昏过去了，肯定是喜欢的不得了。喜欢有什么用？敢跟咱们神尊抢女人，活得不耐烦了。国师，属下带巫医来了，让他为你看看吧，你伤得太重了。国师，傅凌渊已然关闭，仲浩的手下大多数已经被我们擒住，有侥幸逃脱的也不足为患。只是凌月国主。凌月国主身负重伤，昏迷不醒，现在已被安置在寝殿之内。具体需要做什么，还望国师明示。国师，国师，魔君已灭，说明林墨姑娘渡劫成功，她没有死。你说什么？林墨姑娘没有死。阿墨没死？对，没死。他在哪儿？在哪儿？
定在天宫。他为什么不回来？九尘，是你造成了这一切，是你夺走了我的阿莫。无意慢走。国师，这是怎么了？这是国师的心结，想通了，对他自己也好。现在最重要的是凌月国主，他若是平安醒来，我们就大难临头了。国主，国主，国主怎么了？国主，国主你怎么了？国主，无意来过了吗？无疑说，国主曾长时间中了摄魂之术，伤了元神，后又接连重伤，早已油尽灯枯。若不是凤凰一族的血脉护体，怕是早就不成了。谁要听这些废话？我是问你，无疑可否说过，国主何时会醒？无疑也没说，只说要用上品丹参吊着性命，或许国主法力高强，能自行醒来。废话。我问你，国主是被谁送回来的？是天宫战神，听说是国师杀了仲浩，和战神一起救助国主的。景修，是。此次全赖国师出手，不但杀了那逆贼仲浩，还从傅灵渊下救了国主的性命。只是国师也伤势极重，回来之后便召了巫医前去诊治，直到现在也没出来见人呢。小仙还听说，锦修国师找回了国主的亲生女儿灵犀公主呢。灵犀，九尘，你记住了。与你同在，桃花小筑，为你才艺煮饭，愿意嫁你为妻的凡人，她叫林梦。你等的那个女孩叫灵犀。林夕，睡了吗？神尊，你找林夕？他应该睡了，这么晚了，你也早点休息吧。神尊，那你先忙，我先睡了。神尊，我不饿。你已经是上神了，吸收日月精华便能度日，自然不会感到饿。这个是琼石髓，是西海地宫琼石的精华，是固本培元
巩固境界的良药。你刚刚升为上神，服用这个对你有好处。这个药很凉，慢慢喝。神尊，我累了。藐视天规，肆意逞凶，屠杀同道，按律当诛。然天君念你们袁家对天庭有功，罚你剔除仙骨，除去仙籍，打入凡间，永世不得重返天庭。你在这九重天上时日不多了，有什么要说的吗？你们袁家世代英明，不想今日竟毁在你一人手里。本座倒有句话要跟你说，到了凡间好好做人，不要重蹈覆辙。神尊，在凡间你都还我九成。那是凡间的林墨不懂规矩。今日的你我之间还需要什么规矩吗？你要走了，去哪儿？桃林吗？神尊，我找到了我的娘亲，你知道吗？她在山林间，我自小便与她失散，没能在她身边陪伴过一天。往后的日子，我想多陪陪她。还会回来吗？我可以去看。不必了，这段时日你也太辛苦了。好像自从你认识我，
就没过上什么好日子，几次都是险死还生，耗损极大。如今一切都过去了，不如就静下心来好好休养吧。我不辛苦。可是我累了。神尊，我是灵犀，但是我也是林墨呀。连历三劫，总是会觉得有些疲惫，时常会分不清自己是谁。我需要些时间去理清自己的想法。你看，逐日鸟从生到死一直都在追逐太阳，也不知道会不会累，会不会有一天想通了，想要停下来。你曾告诉过我，这世上不是只有情爱，人的立场、坚持、责任一样重要。过去的灵犀任性，没能够在爹身前尽孝，如今老天开恩，又给了我一个娘亲，所以神尊，灵犀，你最近怎么总是忧心忡忡的？是有什么心事吗？九臣怀疑国师是杀害我母亲的凶手。锦修国师。锦修。神尊不是信口开河的人，他若怀疑一个人，一定有自己的理由。我知道。可是在凡间的时候，他很照顾我，又为我身受重伤，我对他是有亏欠的，我不该怀疑的。你说不该，就说明你心里已经在怀疑了。不会吧，不会吧。欢颜啊，你有什么想说的？公主，青瑶仙子，我听说当初公主在凡间历劫，死劫将至时候，是锦修国师为了救你，不惜拿出自己的命珠为你续命，他对你一腔赤诚，连自己的命都可以不要，他付出的真心半点不比神尊少啊，这样的人怎么会伤害国主，伤害公主的母亲呢？我常在凡间行走，凡间的帝王将相为了争夺权位，父子、兄弟、夫妻皆可相依相杀，权力是这世间最毒的药，一旦迷恋上，做出什么事都不奇怪。神尊也是这么说的。那就等着看吧，一国之君的位置总不会空缺太久的。
公主这么鬼鬼祟祟的是做什么？没有，小仙只是身体不太舒服。那正好，我粗通医理，我来帮你看看。不用了，多谢灵犀公主。她算哪门子的公主啊？皇室宝册上有她的名字吗？走到哪儿都是腥风血雨，克死自己的父亲，又克死自己的母亲。宝清公主这段日子一直闭门不出，那日母亲葬礼，我见你行销鼓励的样子，以为你是悲痛之下伤了身子，没想到这么快就恢复了常态，中气十足，牙尖嘴利。大胆灵犀，竟敢辱骂本公主！本上神的名讳也是你能直呼的吗？你是公主，我也是，同是母亲的女儿，没有谁比谁高贵。况且我神界众仙以实力为尊，我如今是上神，你区区一个地仙也敢与我为难？宝清，我不会在此地久留，之前是看在母亲的面子上，我对你诸多忍让，但并不代表我就怕了你。以后你若再敢信口开河，咄咄逼人，就休怪我不客气。公主，闭嘴！叫你办一点事都办不好，滚回自己的房间去。是。锦绣国师，山灵族新任国主的人选。是灵犀公主。正是。国师可是认真的？当然。我初来乍到，怎担得起这国主之位？有我在，你自然担得起。为什么？你是国主的亲生女儿，是凤凰一族的血脉，又是上神之身，你是最好的人选。我是想知道，为什么不是你？我玄鸟一族世代辅佐山林国主，不得有二心，这是祖训。我承诺过你的母亲，此生都将守护你，绝不食言。有些事，林墨躲得掉，灵犀却躲不掉。也许这就是责任吧。锦绣告退。国师，真的要让灵犀公主登上国主之位吗？那个王位本来就属于他的。锦绣国师。本尊要去一趟山灵界，你随本尊来。是。神尊，灵犀来了，就在浮云殿。他当国主算什么东西啊！一个被天族赶出来的小仙，也配当我山灵族的国主？公主息怒，奴婢也是听旁人说的，也许是误传呢。误传？这事儿能有假吗？锦绣哥哥是疯了吗？我与他数万年的情谊，我为他做了这么多的事情，我为了他，甚至连母亲的死……公主是气疯了吗？就算再气再恨，怎可口不择言，胡言乱语？再说，就算是真的，只要还没登基，他就算不上是国主。锦绣国师与公主这么多年的感情，彼此知根知底，是何等情谊！只要公主出面反对，还怕锦绣国师不允你吗？反对？他怕是都快忘了有我这个人了吧？不过不怕，我会提醒他的。
至于那个贱人。林夕，你这次回来能多待些日子不？怎么，想我了？哎呀，这不是想不想的事儿，主要就是那个玉离那家伙，他现在整日整日的往我们福音殿跑，天天在神尊面前晃悠。我那是担心你，你说你好不容易的死了两次才把神尊搞到手，这可不能让旁人钻了空子。跟你说话呢，要我说啊，咱就直接给他来个生米煮成熟饭，哎，嫁进我们福云殿，到时候任他玉离千百手段也奈何不了你。嗯，想想就开心。这么好笑？哦，神尊，神尊，林夕，随本尊来一下。凯阳，送十三去灶王殿，这么喜欢煮饭，让他煮个够。哎，十三仙子，有请。我不，司命，去吧。哼。你煮的饭好吃啊。怎么了？你干嘛这么看着我呀？来者是客，你不让人给我上杯茶也就罢了，怎么，你还想动手打我呀？我告诉你，我现在也是上神，若真动起手来，我可未必会输给你的。上神也分三六九等，就你那微末伎俩。你跟我说说，你是怎么想的？你不是怀疑锦修国师是杀害我母亲的凶手吗？如今他自愿将国主之位交予我，那岂不是证明了他的清白？既然我别无选择，那就只能顺水推舟，这是我的责任。山灵族屡遭变故，人心躁动，我登上这国主之位，既可慢慢查明母亲的死因，也能消弭一场浩劫。不过这件事却另有一桩麻烦。山林国主是不可与外族通婚的。什么？我也是刚刚才知道的，我父母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才没能在一起的。胡闹！你想查林月国主的死因也好，你想稳定山林族的政局也罢，并不是只有这种办法。此事你无需忧心，交给我来办便是。你不能什么事情都替我做，那是我的母亲，对我有生育之恩，我身为人子理当尽孝。尽孝不代表赔上自己的一生。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无需再说了，都到了今日，你还不明白我的心意吗？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都不能把你从我身边抢走。天规不行，魔君不行，你母亲也不行。我现在就去找天君。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一直都喜欢你，从来没有停止过。我们经历了那么多才有今日，我怎么会离开你啊？我不会在国主之位上待很久的，待我查明真相，找到可以信赖之人，便将国主之位交出去。当真？你愿意等我吗？不愿意。所以，我不会等你很久。你若迟迟找不出真凶，也找不到值得托付的人，我便带兵攻下你们山灵界，废了这条狗屁规矩。你还笑？
见国主，臣等拜见国主。